这样吗？然后按着耶， yeah， 干妈来接，孙小文、孙小米哦。对啊。嗯，看他们什么时候下来。然后嘞，你们看到很好笑，他们两个是遇到吗？是谁呀？是谁来了？那、啊、你有没有跟老师拜拜？谁？谁有没有关？孙小文。有。你有没有跟老师拜拜？你有没有跟老师拜拜？孙小文。拜拜。好。耶、yeah, ！你们把妈妈的，真舒服，这么大一个，妈妈拿好不好？还有甜甜圈，好，没有下，其实没什么下雨了，不用拿了。对呀、啊，干妈牵手来，好，干妈牵牵。还有干妈小丽，好。另外一个嘞。嗯。嗯。嗯。等一下，过马路。拜拜。拜拜。对，我今天喝了两壶水。你喝两壶水就不棒。那一二三，哎呀，小文，你为什么两只脚？他觉得这样很好看，所以他就说他要这样穿。然后老师还特别打电话问我说：“你知道他的鞋子不一样吗？”你觉得这样穿很好看吗？是还蛮好看的啦。哈？是吗？会不会走路怪怪的？不会哦。喜欢吗？哦哦哦！哎呀，小米，小心好，走。喜欢，为什么你的、嗯、你的小青蛙的眼罩呢？在家里啊，他戴不住。啊，他们班是规定一定要戴面罩。哦，那他戴着有没有好可爱？没有一定。有吗？老师说一定要戴啊。有人没有戴哦。面罩最可爱。嗯。啊？你的面罩最可爱。耶、yeah。有吗？有你的面，所以你的最可爱，对不对？他的最可爱，你的最可爱是吗？他的最可爱，最可爱是谁？小文是不是最帅？是，帅哥是谁？是我。嗯，好棒。那你们要去那个吗？你们要去六楼找阿嬷吗？好啊。去六楼找阿嬷吃那个。那你要去阿嬷家好不好？甜甜圈。一想说这边都在家算了，他们进去就很吵。对啊，他们在谈事情。去阿嬷家吃甜甜圈好吗？好。嗯，你很想阿嬷对不对？洗手。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学校好不好玩，咪咪？有。你有认识到新朋友吗？有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只有回家功课。那你等一下先去阿嬷家，先把回家功课写完，可以吗？小文，你有遇到新朋友吗？可以吗？你喜欢同学吗？孙小米可以吗？那新朋友的名字叫做什么？在做什么？就是孙小文。你们两个不同班哦。妈妈。你们两个又不同班。嗯。新朋友叫做孙小文。我是在二楼，孙小文在一楼。是哦。嗯哼。嗯哼。这学校是不是很棒？你有喜欢这个学校吗？你喜欢啊？离阿嬷家又很近，对不对？就随时都可以找阿嬷玩的。那你们两个要说什么？要跟大家说什么？这里要说什么？订阅分享，分享阿达铃铛，按小铃铛。拜拜。有没有谢谢干妈来接你们？有没有说谢谢干妈？爱你哦，爱你。谢谢，还有我哦，两个都要谢谢，对不对？很乖。谢谢。谢谢订阅分享阿达铃铛。